吧？没床位啊，可能。哎，他们不做这个，做下一个。对啊。那知道了。哦，好吧。啊，这是你的地点吗？哇，差不多高温了前桥啊，只是我们这个有比那个塔高哎，感觉没有有太远了，这个。哎，你们那里有空位，我先走过去。哇，你看桥够高。你什么？妈妈，我们就去顶楼了。没有人那里跟顶，我们顶啊，他们已经下了，我们我们下了，他们比我们高。这铁左顶可以叫它拆掉。哦，你还有那啥上下的两层的看，哦，是吗？对啊，嗯，注意下一次。哇，这扑过去真的很可怕。如果现在很冷，这样我就很爽。之前是这样子，对。原来这第一天开始，嗯，原来过了就热。你切两千不更热？那比较爽。来切两千，这就爽这两。这两层啊，大哥，水族馆。水族馆是什么？上去了，那转转转转转转转下来了。圣淘沙西，哎，亏了，那回不去那种啊，类似我们，那个就不去了，那鱼啊那种。第一天我们去 Xbox City 看那种啊，都在那里比较好看。那里有看来历啊，那一个看那种红蓝的，对的，那个尖尖的，就那个没得。哦。下去看。不错了，现在应该传了。OK， 来，嗯，白色的，黄色 building， 中间白色，然后旁边那个水族馆，我们那个是传的图啊。是啊，有传的图啊。啊，还在旁边啊，在那边。耐上车。每个小时一看，一点都要贵的。免费呀、啊。做完了，在里面说明多吃东西。这还有个巨大板凳，大概3点多4点钟。那你坐一个床。那。坐一个床，然后那里关节，像人假的这样，那我们四方屋这样，拍照是好看，拍照人假的这样。
那我们双臂那边不双臂吗？我的表看看。哎，四路直达那个速度看看。对啊，这风景啊，这前一个在海那里中间都没，关键就比较多风景，那不然你中间就可以看到这种红色墙。我的，还没演。只也是比这便宜啊，银行 MRT 吧，还是比这贵？它是 MRT 吧，比较便宜。而且你那个卡，你们去东京可以用的。我买你的时候去。没有。去哪有？就五个人去，我买两千。是的。除非去五个人还要带三个啊，带我去。哈哈。去五个人没有发现的。最多带一个，带一个呀。他现在辞职啊，你知道。